什么时候也买了人头牌蓝山咖啡的？你的鼻子倒是挺灵光的。这种咖啡是你最喜欢的，味道都进到心里去了，怎么会闻不出来？怎么样，柜子弄好了没有？哇，如果还没搞定，我怎么敢来林家？嗯，啊，入口甘醇，齿颊留香，啊，两个字形容。 棒，还有一个呢。座位喽。这杯咖啡是你泡的，怎么会不醉？你不是改喝中国茶了吗？哎，味觉和嗅觉都是一样，有记忆的，试过和自己口味的东西，很难改变啊。